另外呢，投入了台中市立法委员选战的前新闻局的局长江启臣，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了一场侨宴的时候，特别透过了宏观电视分享了对于侨商返回台湾投资的看法。台中有很好的这个腹地，也有很好的这个交通位置啊，它距全台湾的这个中心啊，同时也具有空港跟海港啊这样子的一个潜力啊，所以其实是非常适合台商回来投资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加上台中地区呢啊，气候、地理各方面都比啊全台湾其他地方啊来的优越啊，所以其实从各方面综合来考量，台中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归于返乡的投资地。在这边，我身为这个区域的立法人参选人，也竭诚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台商能够来台中投资，能够来我们中台。